네 능력이 그렇게 자랑스러워? 내가 볼 땐 려워요. 아뭐 사실 뭐 미디어 뭐 하여 저 그럼 미다오 하여 저 그럼 미다오 我操 我操 하여 저 그럼 미다오 直接随意吧，他压兵线的话就直接随意了。 线推过他，好像是。现在不会回家了吧？完了，卡了一下平 A，杀不死，就差一下平 A的伤。 死不掉！我操！恐怖游戏，我用的是有线耳机。 这英雄联盟有两个英阶英雄，一个是小丑，一个是末日，两个纯英阶英雄。那先被卡在这里很难受。 换以前的话，这个人直接死，没 Q 到。这不会有个小丑吗？ 我射在这，下路捡人头去，那好像没有什么事情。三二一，四，这波要往上面移过去，直接移过去的话会被恐惧，半空中恐惧。 我刚才好像忘了一条弹幕，忘记回了一条弹幕，直播还是要直播的，又不是没有一个人看，捡人头去了，我感觉这波。
保底两个人头吧，两个人头，全踩人。顶尖，他直接走过来了，那也没办法。我操，半身不对线了，你会把我秒了吧？我好像不应该回头，我不回头 A 那一下就光丢一个 WQ， 这个虚空线是没有距离二维。ADC 上一把就打野，这一把就 ADC。确实，他实际上没死。一刀劈死。提款机，提款机，提款机。我操！你还 K 我头啊！这两个人应该能杀。我操！我在干嘛？我不会要嘎了？啊！我操！我在干嘛？我说阿闪怎么他妈撞到上面那个墙了？本来没这么多事情，我说阿闪本来是想打这里，打这里的话全杀，打到这个地方了。这反正也不打，也不对线，我回去了。这打皮的。这肯定是真的。双杀。
판이 될 거야. 완벽한 怎么会这样子哈？ 还好这两个人伤害不高，不然我人没了。哎，我二技能放慢了，我这波越过去爪子，找点二的话，他的二技能就被我打断，二技能放慢了。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나도 그 완벽히 회자. 死亡之舞回80滴血，我都不知道出什么装备。接압되었습니다. 这家伙是有问题啊，这两个人发育很差，等级也低。哎，也就只能打这种局，杀这么多个，我补刀还多，补刀也不多。我操，你还有进化？嘎了，进化那没事。 这人没进化，100%。枪那二闪，二闪还好吧？我感觉枪那二闪比下次那二闪要简单。
就我现在穿甲64，加上这个69吧，他们护甲直接变为负数了。就我现在打人都是真实伤害。完了，又嘎了。四杀，有个人头被我 K 了。看这怂的路能回多少血，直接毙了吧。我得回家看一下。132滴血。144滴血。大龙一波。이협곡조차도이샤오칸이될거야완벽한여왕의통치를받는又要死了。哇，这个该死的沉默，我操，打高弹局我不可能出这个装备的，我也不会出这个装备。打高弹局我带征服者带的很多吧，就征服者，然后
鞋子、爪子、爪子、黑切、大上甲，后面两个装备看情况出的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东西好像可以解，手印好像能解它大吧？我没记错的话。净化解不了，水晶能解，没记错的话是这样的。快拆了，快拆了！刺杀没人，